日本整容陪酒女郎樱井小姐曾经是长期高居歌舞伎町人气榜首，两日就可以赚到2亿日元。她更因为分享整容心得而成为网络红人。樱井小姐曾经在社交网络分享靓相，不过全部图片和影片都落重了美颜的 filter。她昨日就在 Instagram 分享了一张美颜前后的对照图片，只见左边用普通相机所拍的照片，樱井小姐的皮肤非常黝黑，个鼻亦都比平时大了三倍，同用美颜 filter 后的她，个鼻嘴唇变小，连妆容都变得更加甜美，完全就好像两个人一样。樱井小姐公开自己真实的容貌，被网民指样貌就好像一个男人，亦都有 fans 称赞她可爱和更加人性化。樱井小姐现在28岁，除了是夜总会老板娘，亦都十分活跃在电视节目中分享自己整容的历程。